水天宫位于界亭通附近的小丘上，顺着小坡涉级而上，眼前的鸟居告诉我们即将进入神的领域。有别于商业区的热闹，来到这里更能感受这个小城市的宁静与优雅。水天宫建于1859年，主要是保佑人们饮水和饮食健康的神社。神社主体为木造结构，而屋顶则是以铜板修砌的，此为本殿、中殿及拜殿连结形式的全线结构建筑。镇守殿前的两只吉祥兽破犬，让神社更显庄严。水天宫因地势较高，所以很多人也喜欢来这里欣赏小樽港的景致。海风徐徐吹来，加上神社祥和宁静的氛围，让心情感到格外的轻松舒适。据说每年春天，水天宫的四周都会开满樱花，是知名的赏樱景点。若您在此时前来小樽，也别忘了来这里走走。